三万八花是客人自己指定的，他拿着图片请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做樟兰麻花，我说你敢喝，哎，我就可以试试看。所以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，因为我很怕樟兰。这都是客人给我的一个想法，比如说他今天已经拿照片来请你画，他问你可不可以，其实每一张都是没画过，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，所以我会不经意的都给他答应。那一答应他你就不得不画。那颜色部分我希望它是越自然越好，不会用到色素，我们用到的是像咖啡、巧克力、果酱，五颜六色，我觉得那太花俏了，那个就不够自然了，也对身体不好。其实压力性有了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了，那我喜欢接受挑战，你会每天都觉得蛮有趣的啊，每天就在那边等待客人今天就要来考你什么，所以五花八门什么鬼都有啊。这个都是我自学的，是我自己研究的，因为本身我自己对绘画是有兴趣的，我喜欢做一些创意啦，因为我觉得一杯好的咖啡除了健康美味，那我觉得在视觉上应该是可以享受的，达到心灵的疗愈。我觉得你要做就是做到到位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就不要做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